帝都时报报道，5月25日，钢琴王子李云迪将回到成都，担任母校即将成立的钢琴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。实际上，自2010年开始，四川音乐学院多次聘请谭维维、王铮亮等明星艺人担纲客座教授，但近年来真正到学校认真上课的明星客座教授为数并不多。为此，院方向外界保证，李云迪每年至少能够有1到2次的教学，与学子们近距离交流音乐。